Mike 在打这个 VG 的时候，上单的奥文打凯南的时候就用的这一招。是，然后凯南推炮是比较慢，终于漂亮了，打到了西野交闪现，但是哎，一技能没有过去，是被挡住了。现在皇子也在赶过来。有点时间上有点来不及，血鬼和皇子都捐过来了，已经到了。而同样的，因为没有点燃了，所以大腿这个治疗斗太大了。这波要直接上，跳上去，来林伟翔，林伟翔直接被秒，治疗术交了也没有用，一开始血量太低了。是啊，这边的话也留不住了。对，我感觉刚刚的话，林伟翔这边是不是选择留在塔下会好一点？对，现在的局面对双方来说还是挺均势的。FX 说，哎，这一波很巧，皇子看一下六级有大招，哎，看一下、这个、直接红尘，看一下这个二连能不能连中，连到了，连到了，大招盖上去，漂亮。那这样的话，狮子这边没有选择用闪现来躲掉这个二连，所以一直提高啊，这个，这一波消耗布隆在林伟翔的前面，林伟翔直接交闪现，点燃在身上还没有开大招，哇，这个伤害已经没了，可惜了，差了一些，好一点。刚才其实布隆大招已经没了，布隆的盾已经没了，是啊，盾没了。来看一下这波双方打一局 ，EQ 没有打到，但是大招直接盖下去，红惩戒伤害应该够了，够了够了。血鬼也过来了，血鬼这波很关键啊，看一下能不能留住对方双 C， 然后闪现放人路，减速减到了 Zero 没有闪 ，Zero 是被留下来了，还要留给那个，又差了一些。奥恩来了这一波，啊，不讲道理不讲道理 ，W 这一波打完是彻底的崩了，是，这波三个人头啊。死掉一次的这个节奏，一开始是大嘴补刀漏了，现在是落后20多个，但是个吸血塔是补了回来。哇 ，EQ 闪现减速没给到，但是伤害的话差了一点点。结果有机会反打，强换一个，强行 A 掉了，这波狮子差一点，支援没到位啊，有机会把皇子换掉，这波三。三个人头的皇子还是强换了一个，一换这个血量还是比较健康，然后配合这大树怪，应该牛头怪的话应该是能够守得住。减速给到牛头，直接开大招，赏秒。大腿能秒掉吗？看一下这边大树闪现过来，捆住了大腿，成功的收到这个人头，还非常果断啊！这个对方 W 这边有沙皇在，还可以还可以。看一下这边，又是这个大嘴女枪，这个大招效果还不错啊，但是被 Crispy 一个盾举起来挡住了。刘伟翔的位置又很危险，牛头应该是能够打到的，漂亮。刘伟翔自己也交闪现，但是点燃在身上，下普攻还是点燃烫死了。这个就是说是大嘴，因为你秒女枪的话，其实你还是有布隆在，女枪的威胁其实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大，就看谁正好有机会而已。哎，这边的话看一下要秒这个狮子，哇，狮子这边被打残了，能强行是杀掉这个狮子，而且队友这边的话也支援过来，那这样的话这一波 TP 的话，也感觉没什么太多效果。奥恩的大招看一下，这一下撞到了女枪，是皇子先被带走，皇子比较脆，957还在坚挺着。还没有死，冰闪现上来想要带走957 ，Q 一下，大招已经给上了。957这边回头吸一下血，还没有死，一丝血还没有死，又捆了一下，又吸了一下血，真的能扛，还没有救一下，没有，啊、没有血晶冲锋走了。这一下，哇，这波富贵险中球了。哎呦，957是没有 TP 的，我957的位置还没有到中路，这个位置有点危险，4000滴血大龙要没了。来看狮子这边是有闪现，牛头二连过来扛一下，奥恩这边也是阻挡一手，龙直接接团啊，这边直接接团，奥恩开大招，牛头已经要被秒了，是啊，女枪大招打得不错，伤害都打出来了，而且沙皇在后面的话也有输出环境，哇，这一波 W 要反打了吗？打野狮子狗被皇子打死，但林伟翔的位置走不掉了，林伟翔被女枪杀掉，哇，漂亮，推回来，西野这一下要把人都留住了。全部都杀掉，这波 FX 借大龙逼团，反而打了自己的一个团灭，给沙皇拿到了一个三杀，把对方相当于把 FX 阵型给隔开了。对，女枪撒的大招，首先自己伤害打出来，然后再把 FX 前后排全部都关键输出位打够了，关键对输出其实打得很不是非常非常好的状态，在后面做出一位之力。来看一下这波，奥恩的大招其实打得很一般，打到个西叶，但是西叶从头到尾基本上没吃什么伤害，是直接扛走这个位置，像这个位置伤害啊，打得非常苦的，打到3.5个人。对，然后你西叶现在这个状态啊，特别好的一个状态。对，然后皇子这么肥，只是交闪现，强行盖死了对面的打野。其实打野换打野的话，这个皇子这么肥，装备这么好的，这些队友体现不出来了。是，啊，这时候西叶在操作三杀结束。但这时候也确实得要看对手的一个位置啊，奥恩这边果然来开团了，看几个，看对方的一个中单，这个效果开的一般啊，女枪反手大招，直接都打残。下路已经被打到一半血，下路要没了，没了，下路已经被小兵拆掉了防御塔，进攻必须回去管这波兵线了。但是这样的话，进攻 TB 过去之后的话，再利用大再开大招的话。机会感觉会丧失啊，那这样的话应该就他直接就放了这大龙，直接就放了。
牛头这边的话直接是把直接就是把这个东西，我觉得高地防御塔都没多少血了，一枪直接点掉。而且布隆这边的话盾已经是用了，再加二人这边开大了，还能开到哇，都一个都没有开到，想开两个人一个都没有开。女枪这个大招布隆是没有盾的，奥恩一个人在前面被沙皇戳，女枪也在点他，赶紧撤退。另外一边皇子复活甲起来戳死了狮子狗，但是几个 C 位还在。哎，看一下这边是这边的话直接是把对方的吸血鬼给杀了，那么这样的话，哎，这边是要把大队推回来，漂亮，秒掉大队。那这样的话一波是可以直接将 OK 可以一波带走了，可以。剩下一个，剩下三个人的话，我觉得他们三个人没有反抗能力，没有输出，真的没反抗能力，已经开始穿煤油了。通过一波中期的团战啊，连续两波找到机会把这个劣势打了回来。W 现在拿到了绝对的优势，把对方门牙拆掉啊，应该是要赢下跟 FBX 的第一场比赛。好的，那么也是恭喜一下 W， 那么再顺利的拿下第一局，恭喜。这场比赛，还是 FBX 中期雪球没有稳住吧？是。中期那两波林伟翔给的机会给的太多了，然后把这个前期队友找的节奏，就是 Paper 找的节奏给送掉了。送掉了之后，他们阵容开不了团战的这个弱点就出来了。觉得 WE 在这一场的话就。